浩德牧师嘛是咱教会委员啦，所以我想讲，咱教会反正要介绍啊吼。啊，而且你嘛看到咱的总会咱的副总干事兼助理总干事吼，黄忠牧师嘛在遮吼。就是阮的教会指导牧师吼，啊，咱嘛看到咱的这个请咱的国华部长吼，蔡明宪长老吼，发表了嘛是阮教会委员吼，发表了吼，咱教会委员吼。杨立珍老师吼、来，大礼拜台湾跳健康操杨老师吼、老师吼、真感谢吼、真感谢。这礼拜咱一片的爱再继续希望大家继续为着上兄弟的妹妹吼，自然来指导。另外呢，对着农民特别农民最近咱都看到是新竹苗栗大埔迄个事件吼，互咱心真痛吼。咱也为着清洁所吼，清洁所的手，也搁是治疗当中，咱有在指导。特别Amy这伊的妈妈，伊妈妈唔在心情安怎样，敢有人知影？已经去了吼，已经上别紧调吼。咱希望为着Amy吼，伊的妈妈吼，伊的家庭来指导。另外为着陈老师、郭淑娘的身体吼，来指导吼。就这代志来结束。咱顶礼拜的奉献的报告，咱顶礼拜出席53名，奉献有2,830块吼。另外这个有记名的奉献，总共有收到7笔7笔。咱顶礼拜顶礼拜奉献吼，咱有51名，出席51名，奉献3,714块同款一万。有二十六有7位吼，记名方面吼，所以关于这个记名方面，也有医疗的人吼，医疗部分肯定无客气吼，甲无主管吼，咱会随时来修正吼，随时来修正。咱请咱欢迎迄个林院长吼，来给大家请安吼。我拄啊甲林院长，我主管我看到在台中青年吼。我就感觉咱基督教会做5万，也嘛足欢喜的吼。我希望讲，遮个台专青年呢，经过这边训练了以后，恁好了以后，会当成做一个经济，成做一个家务，啊伫校园内底呢做上地工，因带做到。比较少年的人，你的同学呢，来教会，来关心台湾的社会，来关心这些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大家做下来用行动，动咱的手，动咱的脚，动咱的嘴，做下共同来关心。拄啊，台国中无事讲吼，这礼拜我一件代志足感动的。就是大埔，苗栗大埔遐个农民抗争的代志。其实我以前吼，
嘛参加几啊遍的抗争，为了土地去予政府，去予市政府、县政府，也是中央政府征收去。但是迄个力无够。虽然就我以前作为民意代表，但是感觉着你带遐地主农民吼，你抗争的时阵，感觉遮个执政者呢，拢无咧注意，甚至无爱插你，甚至甲你武装。就是这边是什么原因，或者的农民的声会当予马英九政府，还是讲予这个标的馆长会当来改变因的心？其实伊嘛无改啦，哈、哦，是什么原因？你敢知呀？什么原因？是安那政府？不要你管政府，是安那马英九政府是安那五东二院长，因愿意来道歉，愿意来改变被征收农地的这款政策，你敢知是啥物原因？有一个足大的原因，就是人民的力量，人民的力量，有八百。800多万是八十个哦，800多万的这些少年人，尤其少年人，像你们这少年人上网支持大埔的这些农民，800万呢，台湾有2300万，800万的人吼、哦、上网支持大埔的农民抗议，表示政府抗议。马英九政府，这就是人民的声的力量，必须甲执政者爱听百姓的声音。所以这点呢，咱这个教会虽然成立无外久，啊，总是咱要从咱的行动，用我们的行动，实际的行动。来替这些不公、不义来抗争，为了这些受压迫，而这些农民、这些劳工、这些学生、这些士大人，咱来替伊做一件代志。所以我从这几件代志呢，甲大家分享，希望咱共同勉励，继续从听甲恢复呢，来替台湾这个土地来做代志。安尼好啊，谢谢。就是啊，民主自由吼，安尼无同款的宗教，啊，伫对调吼，啊，会当安尼真好吼，真好。啊来，咱若无其他的做过，咱最后咱来听诗歌，看着做你带我踏步啊，伫咱的直播内面吼，啊，第四次。让我大日尊受你改变，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，对洗礼阮丧失的人，这是我人生的真望。祝你山我踏步，那无愿家家己来行。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我将恁交伫三位一体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手中，就是愿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感动，
甲恁正人相甲比对，对一点，比较因世代无尽，阿免。但是啊，咱接落去，咱大家互相交谊吼，啊，咱会当咱的兄弟姊妹甲遮的在转青年，甲恁会当吼互相来交谈，啊，互相来勉励吼。好，咱有准备一挂饮料，啊，有一挂啊，这个水果吼，一挂水果，大家当来享受吼。